当不见这个老爷使水泥大的，直接让他对这个水泥板儿上耗子，哗啦哗啦哗啦不好。嗯，不中，不中啥？嗯。啊，还非得是土地儿。就是他总在水泥板上跑，他这梯子是偷摸摸的软了。我说是偶尔啊。跑多了不中，跑少了不管事儿。啊。掌握不好那个。我那个一个主要汽车的底秤，硬菜也是出头的点子在这沟通的，还一个硬的。对呀。圈太软，摸不下去。别他买了胆儿傻呀，这装车一气过甭来。Mm-hmm.